我就莫名的兴奋，难道是因为这条道路影响驾驶吗？不至于吧，抖是抖了点，只不过是过山车写实了而已。从远处望去，场面非常壮观，这里的司机驾驶员也挺勇的，考的可能不是汽车驾驶证，而是飞机的。赖我拆掉重修，之前粗心大意了，没把这条道路修好，气得市民都不顾地心引力了。哎呀，我现在是按住暂停键的，车辆都直接腾空了。好想让李白看到此情此景，不知道又得做出一首什么诗让我们来背诵。这游戏就是这样，够奇葩。来，修建一条上山的道路，螺旋立交。文松看到这场景都得说声刺激，看到没，看到没，有一辆车开始下山了。我的朋友，你才是真正的英雄，直接油门踩到底。不大一会儿，上山的车辆也续上了。我这螺旋立交，背响太妙。我切换到汽车第一视角，带大家感受一下击剑狂魔与高山比肩而立。螺旋立交内部错综复杂，但只要驾驶员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出交通事故的概率也是极低的，一条路走到底便是成功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些车辆真的胆子够大的，想想也是，这就算难走也比刚开始时的垂直九十度强太多。但有一个问题，山顶出口附近有个飞机场，我的道路没有影响它的航线吗？哎，没有，还挺好。不好，驾驶员把自己当鼹鼠了吧，隔着打洞呢，这也太呢了吧。没想到立交路没有挡他，反而是主干道拦住了他。零了，拆重建。不能让飞机驾驶员每天过这种日子，飞行员工资已经很高了，但如果少了这些烦恼会更幸福。干就干大的，附近全拆，这都是违规建筑，我的话在这里被叫做政策啊。哎，小飞棍来呢，还飞机一条畅通无阻的航线。这边的居民刚经历了拆迁，只能拿着银行卡里冰冷的八位数开车离开这块故土。等等，好家伙，谁搁这儿又搞建设了？这叫什么？学名叫做钉子户啊！让他建，让他建，别拦他，别拦他，他建完了，该我建了。拆，走吧，八位数还不满意啊？不要给屏幕前的观众，好吧？你有病！这螺旋立交是不是有点危险？看到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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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架直升机在这附近的海域巡逻，应该是怕有人落水第一时间来抢救。这件事提醒我了，我得为他们保驾护航啊。有了，还是我细心啊，有办法了。我在山顶平整出一块地，修建上收费站。这个收费站不收费，只是统计过往车辆，如果有司机上山了没有检测到下山，那就得去海底找他了。服了，我怎么可以这么贴心呢？很难找到我这样的贴心市长了。他们干啥玩了呢？哦，等红绿灯呢，不需要，把红绿灯关了，省电，这样不就不堵了？调一下收费。我刚才是不是说不收费了？看，说早了。那就不收了。守信用是我的美德。再来到山下检测车辆，就和上班打卡一样，进去打卡一下，出去再打一下，才能证明这个车来过。把入口收费站建设上。刚才那个在山顶上人多眼杂，不像这个荒郊野外的，方便我干点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我等到晚上。月黑风高夜，这一个我就偷偷的把收费站拉到最高，毕竟是为广大司机服务的，服务就得收服务费，万一真有人落水怎么办？别急，立交下面有块空地，我拉一条道路修到这座小岛上，建设一座大型直升机救援站点，随时起飞拯救落水人员。我把附近道路的树改成枫树，看起来美观，让这里的工作人员心情愉悦。再建设一座钓鱼码头，平时工作人员没事干也别坐工位上摸鱼，让他们来钓鱼解解闷。做事啊，得防患于未然，我就修建一座公墓，如果没救回来就地安排入住。现在房价都贵，我能帮点就帮点吧。如果救回来了呢？别急，就建设一座心理诊所啊！你们想，从那么高的地方冲下来，不得吓得心理创伤啊？第一时间心理疏导，别再留下心理疾病。这是谁？好家伙，游客，我这是管制区，社会车辆是不能进的。钓鱼佬啊，这是真爱。如何阻止社会车辆进入呢？太简单了，我在这条路的入口处修建上五座收费站，五象征着首长，拒绝入内，而且都是最高收费，这下没人敢进了吧？这么高的过路费，敢进的都得送上慈善家的荣誉证书。最后一步，最关键的一步，我得测试一下这个救援站会不会出动飞机，毕竟刚建设的，我有点不放心，我就手动放火烧山，送这里一把大火。等到晚上就烧了起来，此时没有任何救援单位来这里。等到了白天，救援单位才赶到，不像话，合着晚上下班了，值班的都没有，开除，他们不干啊，有的是人干。